大家都说大学生浪费很多时间在打网咖，在交男女朋友，但其实大学生花最多时间是在决定等等中餐晚餐要吃什么。欸，中午要吃什么啊？不知道，我都可以，我没意见，随便。没想到毕业之后到公司上班，还是遇到相同的问题。欸，大家中餐吃什么啊？不知道，都可以啊，我没意见。不然我们吃楼下那家面摊，随便，我没意见，我不想吃面。看，你刚刚不是说都可以？那我就不想吃面啊。那你提一个啊，我都可以。不然那要吃炒饭，我没意见，炒饭可以啊。你又怎样？我昨天才吃过炒饭，今天我才想吃。你昨天没吃过屎，今天要不要吃？不要。啊，那不然我们用数汁，我们一人先选一个餐厅。我说不知道选什么餐厅，哎，我都可以，我没意见。好饿，我好想吃饭。算我求你们了，赶快决定要吃什么吧。都可以，我也是，随便。我还是没意见。你们都给我饿死吧。哎，对啊，今天发薪水，不然我们去吃吧。哦，火锅不错哦。哦，都可以哦。我没意见哦。那我们要怎么去？搭捷运吗？都可以。不知道，随便，没意见。行了，志仁，好惨，怎么会这个样子？大家好，我是阿浩，今天要为大家讲解的悬案是离不开的办公室。时间回到2020年5月，有四名上班族被困在大都市的办公室内，是什么因素让这四名上班族离不开办公室？是受到胁迫吗？还是有什么不明的外力困住他们？可能只有当事人才知道了。不想成为悬案吗？想吃王品也不想出门吗？王品集团旗下17个品牌全部都可以用 Uber Eats 叫餐外送，就算是外送也是用心包装，餐点多样化，不怕你挑嘴，满意美味送到家，让你放心吃。我是吃。欸，大家晚上想要吃什么啊？不知道哦，我都可以啊，没意见。欸，那不然我们去吃西提怎么样？我没意见，都可以。哦，我也没意见，可是我不太想出门。欸，惨！宅男打电动全案，想吃王品又不想出门吗？王品集团17个品牌全部都可以用 Uber Eats 叫餐外送，满意美味送到你家，让你放心吃。不是。欸，阿敏，今天是我们交往3周年，我们出门去吃好料好不好？哦，好啊。那你要吃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欸，你呢？哦，我都可以啊。且慢，按照这个节奏，等等警察就会过来调查我们的悬案了吧？没错，我们刚才对话就是悬案的起手式啊！叫 Uber Eats 给王品外送。想吃王品又不想出门吗？王品集团旗下17个品牌全部都可以用 Uber Eats 叫餐外送。哇，屎哥，太好吃了吧！能出门就可以吃，好爽！有排过，就爽一倍。不是，等下就可以吃到王品外送了。外送已到了。阿敏，你要去拿吗？哦，我都可以啊，随便。去，又来了。